所谓欲为请求必要啊，例如说甲向乙呢主张返还借款四七四，可是啊这个借款呢是属于一个未到期的债权，经长期未借至的债权。倘若按照这样的思考来做理解的话，未到期的债权在还没到期之前就先起诉的话，这样的诉讼原则上应该是不合法的，是欠缺权利保护必要的。因为清偿期还没有实现，债务人没有给付义务，那如何对他有实体上的请求呢？假设他们是在104年7月1号、提起了诉讼来起诉，甲跟乙的诉讼在未到期之前就在104年7月1号来起诉了所以原则上按照权利保护要件的思考，它是诉之利益欠缺。他没有现在给付之诉的合法性，因为现在给付之诉必须要有现在权利的请求有实现的必要，而必须透过法院来纷争解决。但是将来到期的债权还没到期，债务人本来就不用给付，你怎么可能会胜诉？因此原则上他是欠缺诉之利益。但是呢，我们民事诉讼法告诉你说，虽然它是一个原则，没有错，但是啊，如果在例外的状况，如果例外的状况当中，它有欲为请求的必要，我们仍然是不妨可以例外准许这种诉讼的合法。所谓欲为请求必要的判断，那么就必须要考量到两个层次，一个是现在起诉的必要性，还有一个是现在请求的适格性。简单来讲，就是今天借款会发生争议，在未到期之前就要先起诉，主要可能是来自于债务人已经欲为债务人啊已经预先啊为拒绝给付的表示。好，预先拒绝给付的话，就表示说我没有必要再等到时间到之后再丧失我的利息啊，时间到之后我就可以直接拿判决强制执行了，我不需要等时间到之后再对你起诉耗费时间。所以这种欲为请求的必要性主要有这两种考量，一种是债权将来有到期实现的可能，第二种还有债务人拒绝履行债务的态度。因为债务人如果坚决的没有办法再实现这个债权，那没有必要要求债权人要等到期限届至的时候再起诉，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啊，让债权人多余的等待。他方面还必须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资格，也就是将来这个请求确实有实现的可能。如果这个请求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实现的话，啊，当然也没有必要允许这种诉讼的合法。所以这种欲为请求的必要性，在未到期的债权，如果考量到债务人已经预先拒绝给付，态度恶劣而没有必要保护债务人，同时这个债权也具有高度实现的可能性，我们可以不受权利保护要件的拘束，例外的认为这种状况的起诉仍然是合法，但无论如何都必须要符合欲为请求必要这个条件。那接着发生下一个问题是，那么起诉之后，那当然会辩论啊，辩论更重要的会什么？延迟辩论终结。
然后延迟辩论终结之后，最后才会下判决。所以现在下一个问题是什么？预委请求的必要，那到底要如何预先知悉？要如何预先让当事人请求？到底有没有到期？有没有介质？是什么时候判断？没错，我们刚刚看过一个最高法院的判决，说权利保护必要是以延迟辩论终结时来做判断。所以有没有预委请求的必要，是以延迟辩论终结时为准。好，所以它的基准点在这里。如果在延迟辩论终结以前，债权人的权利已经到期的话，那么叫现在给付之诉。如果是延迟辩论终结后才期限届至的话，那么叫做将来给付之诉。因此，这一种将来给付之诉，它会面临到一个很重要的考验，就是什么？叫做我对将来的权利现在来起诉，对不对？所以就有可能说，这一种权利的本质其实一种不安定。它的不安定反映在哪里？如果今天甲对乙的借款债权是在延迟辩论终结后才会到期的话，如果法院判决的结果，甲对乙的请求，如果最后法院判决的结果叫做甲胜诉，但进而发生下一个问题是，延迟辩论终结之后，竟然这个权利确定不实现。那会发生什么状况？我法院已经给甲一个胜诉的判决主文，只是等待期限的介质，没有想到延迟辩论终结之后，这个期限已经确定永远不会到来，这个条件已经确定无法成就，那以至于说这个胜诉的判决从此会沦为什么？司法资源的浪费跟泡影，那么就会形成一种程序上的不安定。也因为这一种不安定，所以我们在预委请求这个要件的审查，对于请求是否将来有实现可能的这个要件，事格性的要件，审查的相当严格。最重要的争点是凸显在附条件的请求，附条件的请求有没有预委请求的必要？那么按照我们这个民事诉讼法92年修法后的见解，我们是认为即便是附条件的请求，还是可以例外的允许提起将来给付之诉。因为在修法之前，我们叫到期不履行之余，可以提起将来给付之诉。但修法之后，这个文字改成叫预委请求之必要者，可以提起将来给付之诉。所以在修法前跟修法后所衍生出来的争议，就是在于附条件的债权可不可以提起将来给付之诉。结论，按照目前的结论，答案是肯定的。结论，修法之后的见解是肯定的。不过既然附条件的债权条件